新竹县今年举办丰丰的圣法节，规划丰丰的来游料、来食、来过年安尼一行程，想要游客好好来认识台上先锋的国家总统，避免莫去用山区的特色风情。台关市政的幸福山区都安排的强旅行，有游客认识云南山区的客家老窝、家庙，带民众行业头牌的防空洞去探访，对历史文化多山区深入。丰丰的归慈米杯来体验客家种的生活。年夜初天色早黑，虽然冷飕飕的，新竹县关西镇幸福山区来也动动人客动人眼。幸福山区发展乡里历史中陈秀琴带领人客到翻屋公堂调解拆替太夫人家的故，每首街客家公堂有安度马嘅特色。当时嘅些是讲，又爱用戏剧来当奖、当抬头，吼。啊，你讲诶，真实嚟讲起，诶，客家人嘅本性吼，实在安是好冇嘛巧，吼，有点可惜啦。好，不过安尼是讲，还是就透过啊，还是咧，什么诶，又送工忙活，好，你啊是讲诶，可以安尼说，安尼繁忙，系属于一团结的，一个比较诶比较详实的俩。天天的行，堂弟彩弟的故事，也是新中间今年举办的丰丰的圣诞节，其中一项去旅行的不同。你行因为生活步调好急，所以一切就很慢慢，你行慢慢来。还没一个慢慢来，吼，脑袋也可以思考的比较清楚，也可以放轻松。希望你那机会说，你本来在做的要宣导一下，爱到客家种，给客家给各性各想，吼，佮个生活形态莫恐慌。幸福山区就伫台山先锋，菜地有番薄、油薄。黄沃、彭沃、易沃也唔太像人家，不过头摆认真上场训练，各项运动中将上位碾压到，三期都好，每年为一度碾菜嘅历史。该从个如果什么繁沃，老该秀沃，秀沃嘅风水加嘅位所，好就做一支水泥做嘅壁搭，好个壁搭壁尖系个水壁嘅位所系咪尖尖？张贵生因为讲，佮比肩降降是建龙爱繁茂的工厂，所以讲上钢板啊，还有上烟是来考铁的。那目前佮为所汉系就佮考铁的痕迹的。他们会讲说，哎，以前我的长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在这里，他们以前哪一个建筑，现在剩下的那个以前是什么？所以我看到的是。其实我们平常如果来啊，可能只是看一看，然后就走过去了。可是经过他们介绍，就感觉仿佛就进入了那个时代的那种历史的感觉。又买了松很多，我继续拍照。哎，我们现在要走羊肠小径哈，所以请慢慢走，跟着我来。了解各乡人家的故宫后，早定会带领游客行业落实的防空洞。我们这防空洞，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入口，那边还有一个出口。等一下，我们就从进去出来。好，里面还有蝙蝠，所以大家呢，亲身走进去。我们冬天在这里很好哦。来，你看到这个蝙蝠在这边，蝙蝠在这边休息，对。连皮包船都含以后的防空洞，也等人客拿的数天筒的，潜洞底浓度，冬眠的皮蓬的，翕相片，没感受头半年过给你的。现在我就伸到那个设计里面，才知道哈，感受到不同层次，像那个防空洞，根本没人带，我也不知道啊。而且很特别，那个岩石里面一千年的滋味哈。现在我们的土木工程都是还要用那什么水泥那砌成哈，它那个用利用岩石的那个韧那个强度，地震我很认为不会倒。所以说这个他们，它那个岩石很坚硬。两下政府就推动了清理，本来三四年来一年了，长下了体验到一年，乡村来。
头摆个神法来养繁衍，吼，那也没动希望，吼，继续来推动下去。开张红木在这儿，请进。味道也摆给琴里下，按到用钱动用心，切出沙琪的特色，将黑也搭配给白光下，主题有本意兼白光，也有风湿爆破，也疏风难得白字白顺，顺风还有摆好用体的用路。对，这边就有矿坑很多，我们这边壮丁们常都很多到里面去上班去工作，好，那矿坑的工作呢？可以，大家都可以知道进去，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出来。所以呢，那个庄民为了保护这些工人矿工，所以就特别请了好兄弟香炉来助来帮忙保佑。所以现在我来掌声来欢迎。主题大摊厂，沙琪还有一件传统的竹工厂。工厂的主要的产品是做竹果，南山的竹果，佮开始都系一时就出建材，哦，手托防腐，过去后边切加工嗰边切好以后，透下热缩膜，哦，就出来变产品啦。因为竹果工厂里边因为没落的一个行业，夕阳行业，哦，就是这挺小挺小的。关系一旦有名的县厂，每县人客为体验的其中一项，沙琪同县厂业者联络起来，搞人客来做县厂台面，希望大鹏案内来带动产业发展。就是仙草跟那个面粉和在一起这样子，对，还蛮吃力的。哦，现在很印象就很深刻这样。面条机哦，外面第一次自己揉面条这样。没想到这么辛苦，要揉的这么用劲。对啊，一种新的体验嘛，让生活更有多彩多姿。第一阵见面客，人客天天的来品味，田中下有几只咩？梅香酥同酥做嘅切面，每对一类天赋有限卡层面了解，贵层的你，丰丰的体味，丰丰的工艺的。不要回去跑。